近日，尽管下着小雨，云南省腾冲市清水乡三家村中寨斯莫拉瓦族村内依然热闹非凡，不少游客在村内拍照打卡，领略民族风情。在村民杨彩琴家，游客们被佤族特色软米粑粑吸引，争相购买尝鲜。生意好的时候，也可以卖两三百个，一天有1000多毛收入吧。为增加家庭收入，杨彩琴曾远赴广东打工。如今，斯莫拉佤族村发展乡村旅游，曾经篱笆墙、泥巴路的山村变成3A 级景区，引来八方游客。杨彩琴在家里就能做生意赚钱。就现在在家嘛，可以做生意，生活也好多了，越来越好了。这个喜欢在家里面嘛，肯定了，在家里面又可以照顾老人，又可以照顾孩子嘛。像杨彩琴这样受益于乡村旅游发展的村民还有很多，在村民赵家海经营的小卖部，水、小零食等商品受到了游客的青睐。因为游客增多，他今年也增加了不少新货品，诸如当地的手工艺品和土特产。我地发展起来的好处们，我们就是我这个铺子们打以前们就算多的这时候好处们多呢，反正在以前们以前是买起200-300百多岁，这些们翻不翻可能一两番是翻呢，反正收入比以前们增加多呢。行走在斯莫拉瓦族村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活动广场、佤族民俗文化陈列馆等，让人流连忘返。不少村民在自家门口做起小生意，一些村民正计划着开农家乐。来自大理的游客杨少才一家将斯莫拉作为腾冲之旅的第一站，来看看这个热门的旅游地。看到很多这个少数民族的那个就是风土人情，也让我们体会到很多，也学到了很多。感觉给我们的印象挺好的，我们以后还会带着家人还会再来的。据悉，通过发展多种产业，三家村2019年已实现经济总收入3083万元，村民人均纯收入为11450元，村集体经济收入5.18万元。家家住上安居房，出门都是摩托轿车，吃上旅游饭的斯莫拉瓦族村正在小康路上大步向前。行动的内心动力也激发出来了，大家干什么事都这个比较激情，也比较主动。对我们这个一些产业的一些落实啊，产业的一些发展呀，比如现在在把我们一些这个零星化的碎片化的一些种养殖啊，都成一个规模化的，做一些土地流转呀，还有我们就是就近务工的一些方式，让我们群众现在是感觉是比以前我们要富裕的比较多了。赵家清表示，在接下来的发展中，该村还会继续发挥合作社的作用，做好规划科学发展，实现村民持续增收。